聊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是 Ready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帅哥来特辑了嘛？啊，之前我们有做一个帅哥来特辑了，可是被逼要拿下来哦，因为有一个人讲哇塞，就哇塞啊、哦！可是我们应该会 delete 掉那把再 upload 来，半年后啊，半年后我们再 up 回，后、哦、半年后、啊，半年后，半年后 up 回 with 那个 original 标哥啊。我们就问了嘛，大家建议一个帅哥，说我们去找他特辑，就应该是很多人讲陈和义这个人，我是不认识啊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你认识吗？陈赫一哦，陈赫一，陈赫一，准的吗？你会给他屌？陈赫一，这个人应该是很多人介绍，但我们 Dicky 就去看了他，就选了一系列的帅哥给我们看。先讲啊，有 K-pop 歌我不评论，不评论。我们做一个美女 I 特辑 K-pop， 那美女是华莎，不给那个。Because I censor, bitch. Opposed. Okay, let's start. 第一个。Yes. 哇，这样子就很帅哦。哇，这是剪哪个拍的题啊？看帅哥有没有脸。可是我觉得帅啊。就你有看过？我要找东西讲，没有东西讲啊。很像 Vicky 哦，不是，头发很像。哇，这个帅！哇，这是 ID 啦。手帅，看他没有笑声。What's that mean? Seriously? ID 啊？身份证。工作室。是谁的啊 ？Hello， 讲了很多次。有点像陈冠希他笑的时候。应该是陈冠希的弟弟陈和义。哇，像王嘉尔啊，这里。哇，王嘉尔，你刚才讲过是像谁？王嘉尔。哇，等下又要给王嘉尔发飙。怎么？那你像他，那你像王嘉尔帅很多啊。哇，然后就成了一个 fans 跟他吵架啊。哎，我比较帅的啊，对吧？这样 dramatic 的剧从来没有过啦。有嘞，怎么不会 protect 嘞？有啊，那粉刷的。那 fans shot 的我是知道啦，所以。这就可以哦。他按钮那种 man man 的感觉啊， man man。来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什么？看一下情况。德一一七四啊，一七四，嗯，一八多，你觉得一七零？你哈我，然后你讲一七零啊？一七零跟你差不多吧？哎，是啊，我讲矮啊，不可以。人家也是讲。我们想啊，看起来在 web。哎，我要讲过一次，很多人拿去讲，哎，你们 view 看起来很高，我们矮吧，我们溜多吧 ，OK， 我们一溜多吧，我们一溜多吧，我们一溜多吧 ，OK， 干你老师一直讲我们看起来很高。哇，讲我那个，他讲，来来来，改正了，有一点像李光洙。李光洙是那个哎。像长颈鹿这样子啊？是啊，是，我是要讲那个先，那个讲讲哦，我也是在想他讲讲，你看他讲，他用手握哦，这里啊，看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再回来，回来。他的火灭掉了，也像 reverse。Bro， 都没东西你讲啦，很险呢。身份证。哇，帅啦！零零后啊。他有没写多高？他没画。有写了没？身份证？你的身份证写多高呢？什么？
些人有，有些人有写的。你真的吗？怎么真的、哦、？IC 啊 ，IC 在长高，你这样写。那个时候的 update 啊。啊！那是我兄孙呐。他有像啊 Boys to Men 那个嘞，他很像很多人。我觉得他的脸比较大闷口闷口闷口闷的帅，所以他是四不像，四都像。好了，你一直看一定开心啊，好啊，哦，你一直看一定。来、like, melt melt 啊 melt 啊这种 video boring 哇这个帅这么哦还要 show 啊没有 neck 他真的是很帅哦帅这个帅啊哇然后他眼睛哇八，他眼睛很大。整个 jawline， 这个帅，这个帅。Actually everything 啦 ，everything is 我的梦想啊 ，dream。整容了以后？整容我就不要 ，maybe next life 啊。一样的。Actually next life 就会一样的。哇！不要。哇，这个帅哦。吴尊啊！谁都像哦。哇，谁都像呢？因为啊，合在一起，真的是像。这边像吴尊，还有一点哎，很干净的陈冠希这样。吴尊也像，因为他的脸型是嘛，像吴尊。然后他笑的时候也像那个王嘉尔啊。有王嘉尔，我觉得有，但 especially 刚才穿那个 Adidas 那个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凹起，有啊，有啊有啊，基本上高高这样子，瘦瘦长长的，像凹起的，他像很多人哦，这边是凹起，凹起是吧？这个凹起，我还听 Danny 的 description， 凹起那个戏叫我名啊，那个什么，你不要讲，你讲那个外貌来比一下，他的耳朵有点，真的，他自己也讲了，他的 signature 是耳朵这样，是，嗯，凹起的话是 B boy 的，他每次做那个这样。熬钱呐、啊，那个棒棒糖、啊，棒棒模范棒棒糖，棒棒糖是他们的主，模范棒棒糖是那个节目，那节目他们来，哎呀，以前还有那个熬钱啊，熬钱，黑社会美眉，哇 ，legend 啊，那个时候，黑社会美眉哦，也是小时候看的，微笑在可在的，那个是你的都不特别，两个主力唱的。Really？ 不是啊，不是做的。Are you sure？ 这是外的，这是跟 SHE 真的。啊哇，又假！香啊，谁都香，不像李又假有一点 ，right？ 一点有没有？我们现在讲，我们这个帅哥艾特姐啊，是要讲啊 ，as many faces as possible。有像，都不用我特地讲哦，他直接都像了。Next， 我们来看像谁嘞？王力宏。对。没有啦，这个像敖犬。敖犬，你看敖犬，敖犬。啊，现在又像王嘉尔，又要嘴巴上。啊，他有时候他每一个 expression 都换一下，都很像。我觉得他的 style， 我觉得好过二成，我们的 type， at least 他不会每一个都跟你。谁？哦，不会很尴尬的那个。他，你叫二成了。对不对？不是那种丢。at least 他，你看他，他没觉得我呀 ？at least 他这样子，出门。他脸像豆豆爷啊，怪 natural 啊，怪 natural， 算很好的帅，这种 good。我想没人身高 ，Duncan， 像 Duncan 啊 ，Duncan 有像。Elisa， 哎，你都是 video model， 可是我远远看，我觉得他像王嘉尔。Percentage 王嘉尔比较多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他应该有什么称号了，来什么什么。
小王家怎样？还是什么小小？有没有？我有没有猜错？来，小陈冠希这样啊？小家，好像那个雷拉是那个小邓紫棋这样啊？啊，也有雷拉。啊 ，Dennis， 小女小 bitch。One two three go， 我想牵着你的手。他高过那个 railing 180，你没有高过 railing， 我高一点点吧，真的吗？railing 你不要讲，高一点点吧。你just fake it out， yeah man， 在act搞笑啦，这个搞笑咯，搞笑咯，搞笑。But okay lah， among all of the videos， this is the cringiest I feel lah。Nice， 我们也拍一个，要我们坐车，我们这样拍一个。那你说，哦，羡慕哎，他们可以这样子唱。就是怼那个脸，你可以不能，我们怼的话有就可以进去。什么？有义工？他们的就在外面了。我们是有 slot 的啊。假如你朋友生气，给他看。Nice, nice. Natural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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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tural. It's kind of cute. Natural, natural. Naturally 不会跳舞的感觉。OK, OK. 是啦 ，But OK. Can you 每次挂那个不会跳舞的嘴边呢？你看看不在你哈？哎，他是导师 ，Bro， 导师，导师好，导师好，导师好，恭喜，导师好。因为我不要死机。哎，不是哇。哇哇哇哇！厉害啊！对，看过，再看过。都没，你没有看过吗？没有啊！妈的，有看过还是那个？你是没有看过这个 video， 还是没有看过这个 concept？ 没看过这个 concept。哦，你没有看过？有，我没有看过这个 concept。看过，看过。嘿嘿嘿嘿！你是没有看过吗？以前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，我没看过，然后我忘记，然后一直讲嘞。什么忘记了 ？OK， 讲的话这个帅哥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 view 也帅哥，这个 view 也一定很高，那些女生喜欢看的。一定啊！不要拍这种表，可以没有拍。下一个做女生，下一个做女生。OK， 下一个做唢呐大小姐。OK， yeah， 唢呐大小姐。Yes， woo， perfect。Perfect. 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我记得按了 subscribe， 拜拜。哎 ，Can you cut 啊？干你老师哎！